你们要我看什么商品，记得帮我留言留言留言啊！我的最近那个视频留言比较少了，我以为你们都死了，所以你们要留言告诉我你们还活着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！好啦，欢迎回到老铁频道。我们五月份过得好不好？五月份让我们找到蛮多的抄底机会的。我在那个比特币60000的时候抄底了好多山寨，有些跑得很快，像 Link， 有些跑得比较慢，像那个 Matic。但没事，我觉得六月份会是很好的一个月。这个月底五月份那个 Option Expiry， 可能这两天很多那个期货期权就会 expire 了啊，发烂发酵啊。然后该调整的都调整了，我觉得下个月是很好的一个月。OK， 在我开始分析这十二个币之前，我看在 Twitter 上看到一个图了，我要讲一下。如果你们是很多年前认识我的，你们知道我以前只做和谐形态、斜坡形态。然后这个成哥其实我也是有跟他交流过的了。然后他画了这个日线的比特币形态，所以个人看法，我觉得这个图会不会完成，我觉得是几率很低很低。因为这我是2011年接触和谐形态的，你们可以叫它什么斜坡啊、harmonic pattern 啊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发现的就是日线以上的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在抵抗宏观，所以我们是用 Fibonacci 再加那个波浪去抵抗那个宏观经济，所以一般呢抵不过的，所以很难了。因为现在有 ETF 又有减产，年底又减息，除非真的是经济大崩盘，整个美股崩到不能再崩，很难看到比特币去完成这个形态的。如果这个形态是发生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图以下的，就15分钟这种图，可能会有这个发生的机会比较高。你真的要等日线完成这个形态，我觉得真是难上加难。加上它超级有规律的，一月份走了一个 gotcha， 然后现在是那个五月份、四月份、五月份也走了一个 gotcha。gotcha 是什么？记得看我的视频。所以这个就是评论，没有对，没有错。可能成哥也可能会是对的，只是这个是我是分享一些经验而已哈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了。比特币昨天跌跌跌，好像很惨这样，可是也没有很惨。OK， 我们画一条趋势线。来，我们来重温一下发生什么事啊？三月到五月的比特币就横了横，现在差不多横了90天。OK， 90天这里，在5月1号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劳动节出现了一个 gotcha， 就是往下突破，马上回来，这个也称为是一个假突破。OK， 假突破过后，行情再形成多一个底，这边就形成好像类似一个头肩底。然后开始推盘了，推盘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疯狂在追盘，7万7万亿全部都追上去了，所以行情那个庄家又故意给他横一下，从这边5月20就我爱你那一天到现在横了10天了，比特币又回归支撑了，我觉得昨天调整到的这个 level 应该是底了，除非不是，好笑。OK， 所以我还是觉得6月份应该是不错的，比特币这边找到支撑的话，继续的推盘第二波是好事来的。OK， 我现在插一个话题，山寨季节可能要启动了，我们可以看这个 BTC.D， 哎呦，这个昨天看的时候还是在跌的，可能大今天又找到支撑了。好难的，我不懂它会去哪里。昨天我看的时候，它跌破了好多支撑了，然后我觉得哇，山寨季节来了 ，OK， 所以这个我也不懂它要干嘛，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。结果还是需要点时间 ，OK， 山寨季节什么时候启动？我觉得给那个 BTC 的 Nominus 再横一段时间，我不懂是6月或7月份吧，还需要时间的，一般是年底启动的，所以不要太急。我觉得 BTC 的低跑就是比特币加强速度，山寨币也可能就是也会拉盘，但可能比特币还是拉的比较猛一点，拉到这里可能6月底7月下一波这里才是山寨超越比特币的一个时机，需要点时间，我们要有耐心 OK。USDT 画了这条线，比特币的线比较漂亮， USDT 的没有那么漂亮了，然后可能 USD 也会横一横横段时间，这边直接跌下来是我们想要看到的，因为我们满手多单嘛，跟我的朋友都是多单的嘛，然后如果他真的再拉多一波也不要被吓跑，只是多一点点技术调整，你来到这里我觉得还是下跌比较简单。 OK USDT.dominance、okay, OK 以太坊也是这边横一横，我也不懂他要干嘛，可能回归这里，可能这个是一个横盘盘整吧，上下这边也是像一个 gotcha 头肩底，然后这边我不懂他要干嘛，可能就是这样横一段时间他才真正要发力吧，什么时候发力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这个支撑很重要，36,300到6,400的这里，这个支撑不能破的话，那个条子会挺猛的，可能又回到3,200。 OK， 不破的话像这边横一横，把那些最高的朋友先把他们甩掉，甩完了给他们耗到他们没有耐心的，他们庄家累积足够的筹码就会推盘了。 OK， 这个是以太坊。
当然，如果他真的有下来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接多机会吧。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下来。OK， 希望不会吧。OK， 这边是横啊、拉盘三角形或者什么旗形，差不多累积一下筹码，横盘一段时间又要突破了。这个是我个人看法，以太坊。OK， Solana 拿了很久了，这个140多的货拿到现在拿了很久，然后脖子要断了。但我觉得那个调整也是应该差不多要完毕了。OK， 我画了这条趋势线。这条线怎么画呢？是从那个这个十月份的底拉上来的。OK， 它这边接了很多那个支撑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OK， 我猜想真的给它再砸下来也很难砸破这条线了。160左右应该是最低那能跌的 level 了。啊，我再给它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画多一点这样啊。我觉得就画这条线吧，连这些底啊。还是一样，我觉得160应该就是底了，很难超越160了。160测试一次、两次，或者来一个假突破回来，我觉得Solana继续的拉盘，下一两个月破200应该不难的。OK，Solana超级大牛市，最多人用的那个区块链，因为他们的速度最快，费用也很低啊、很多那个 meme coin 在Solana都发疯了。OK， 所以Solana我觉得太棒了，应该是这波的一个什么？这波牛市应该是跑得最猛的一个，结束牛尾的时候，它也是应该是 top performing 表现最好的其中一个。OK， 有人跟我讲这个 Wildcoin 不要动，因为很多币还没有解锁，要小心。但这个算是主题比较新的币吧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币什么时候发现的，反正是 ChatGPT 的币，然后我买在的 level 是470吧，在那个支撑左右，现在488了，也没有跑多少，也没有跌多少。那种还没有解锁的币是不是比较难跑？如果我们是有经过一轮熊市才进入牛市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像 Arbitrum， OK。但那种比较新的币啊、人家没有看什么解锁的，他们就看那个主题新就拿来玩。所以还是觉得这一轮啊，这个币虽然它的那个 tokenomics 很差，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上涨的空间，只是会跑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这个翻一个3-5倍就可以出场了，可能没有比有些币跑得猛了。但这个我有买一点4.7的货，希望下几天可以拉盘。哇、wow, ，OK， Audi 38的货现在41了，慢慢的跑，像那个蜗牛一样，这个是有形态的，完成了一个蝴蝶。OK， 4小时的蝴蝶完成了，然后测试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支撑了。这条线不破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。OK， 今天、明天真的再扎下来也不错，可能是来接你们上车了。横的时间越久，爆发出来的行情越大，所以我们耐心等待。我觉得这个 Audi 这轮我看好了，这个是 Bitcoin Ordinals， 这个是我去读了，比较新鲜的主题 ，Layer 2啊 ，Ordinals 是比较新鲜的主题啊。我觉得这一轮牛市会是。表现挺好的一个商品之一 ，OK， 希望牛顶看到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，200块，乱乱猜的啦，随便天上乱乱拔一些数据啊，然后真的中了说哇，我是天才，呵呵，看懂的记得鼓掌，帮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要我看什么商品，记得帮我留言啊！我的最近那个视频留言比较少了，我以为你们都死了，所以你们要留言告诉我你们还活着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！你这个 link 是表现其中一个最好的，我是在5月13号入的 link， 你看5月13号是13块板，哎呀天才啊，妈的，没啦，反正我现在囤了几个现货，表现最好的是 link， 13块板现在18块8了，不理了。这个跟很多什么 JP Morgan 这个又搞跨链技术，又搞什么 RWA 那个什么房地产什么 token 啊，什么鬼的。然后这个就上一轮牛顶是50多了，这一轮啊至少看到100几128啊，乱乱讲一个号码，看起来很厉害，这样到的时候、就可以重温这期视频啊，在那边吹牛逼，哈哈哈哈。反正这个币我挺看好的，大机构喜欢，散户也喜欢，老铁也喜欢，所以我就准备拿着了，不理了。真的砸下来15块，我还在赚钱啊，不担心。这个令我买了挺多的，它本来是我第二名囤最多的那个现货，它已经超越了我的那个 RNDR 了。RNDR 乌龟，可是 RNDR 真的要发力的时候会发力到挺快的，所以我不怕。OK， 这个是 Link， 然后Set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，跟那个 Bitcoin Layer 2好像有关系的，我又不懂什么鬼了。反正这个跟那个 Audi 的币很那个图很像，你不觉得？妈好兄弟啊！哎呀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今天我不懂会不会来第五次？这条线不破的话，都是
这些支撑点都是你可以买入的考量的一些 level 吧。他们庄家每一次到了支撑就累积筹码，累积够的话就会退盘 ，Fill to the moon 啊，懂吗 ？OK， 所以啊，耐心耐心，这个游戏就是金融游戏吧，就是没有耐心的人把钱都输给有耐心的人了。嗯，听得懂了，鼓掌哇！哎，真的发疯哇！啊，你看。OK sets， 反正我觉得累积筹码够了，他们会退盘的。这个已经横了够久了了，他从去年12月横到现在了，这波调整了已经减 60% 多了。OK， 所以庄家从这边重新累积筹码合理吗？非常合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庄家，没有开玩笑，这个我没有玩，但我有玩 Audi， 我觉得他们是好兄弟。OK， 这次新主题那个 RWAB， 如果你不喜欢 Link 的话，你也考虑这个 Ondo。这个 Ondo 就是纯粹只做 RWA 的，那个 Link 就比较乱七八糟，它是那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啊。OK， 这个超级疯狂，两毛去到一块二了，已经六倍了。OK， 这个也是简单化一个趋势线啊，每次有回来啊，有砸回来都是给你累积筹码的一个时机，希望它下。几个礼拜有回来啊，可以让他来接我一块钱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但不回来的话，我也不怕了。反正 RWA 这个主题的，我有那个link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现在现货只囤四个，合约我囤四个啊，就这样了。然后合约你们的那个保证金真的要用，要足够啊。反正我现在四个那个合约嘛，然后我的保证金，我现在其实算杠杆来说，我只用了两倍半的杠杆而已。所以只要行情不跌。百分之几、啊、哎，我数学不好，这是两倍半的杠杆，所以行情不要跌60%，我应该是不会死吧？要不会死啊，头痛。你们帮我算一下了，反正我觉得我买在全部在支撑，从我的支撑再跌50%很难的，所以如果是2.5倍的话，一除以2.5是多少？0.33是吗？我真的不会算的。啊，不要笑我了，算了，反正啊，合约有机会爆仓，然后杠杆用少一点，不要用什么10倍、50倍、100倍的。你们怎么算是用你们目前开的合约总数，再除以你们目前的那个保证金，那个就是你们的真正的杠杆，而不是说我这单开10倍，那一单开1倍，那一单开5倍，不是的，算总资金。OK， 所以我现在的合约只开了 2.5 倍，然后我的现货是当然是没有那个杠杆的，所以希望吧，这一轮我能度过，只要他猛拉一波100%啊，那我的合约全部安全了，那我就不理了，我就睡觉，等那个年底起来收米了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的梦想，希望这一轮真的可以啊，从6个0变成7个0，那我就开心，不是五啊，我本来是6位数嘛，5个0变6个0，我就很开心了，6个0就是100万嘛，对不对？我的目标就是这样 ，OK， 这个是 Ondo， 最后几个 Uni 那个时候给 SEC 折磨到很惨，控诉啊什么鬼的，然后从那个从17块被砸到6块，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我没有看 Uni， 它出现了一个完美的蝙蝠形态，你看我的这个和谐形态多么的牛逼啊！886测试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这个像目前的 Ondo， 像目前的那个 Audi 啊，横几次就要出发了，就要起飞了。你测从这边为什么起飞？因为刚好那个 ETF 以太坊的 ETF 就好新闻嘛，就是 SEC 认可 ETF， 就是认可 Uni 了，不能再告它了，所以咻起飞6块变直接变10块了。所以当时我没有在看 ，OK， 所以接下来怎么玩了？我觉得现在上升了，上升骑行拉盘，骑行拉盘，所以这边可能是走这样。骑行啊，骑行这个复制下来，啊，骑行啊，上升骑行拉盘，骑行拉盘，这个我觉得Uni 不错的，然后已经不怕什么控诉了。现在整个美国全世界就把那个数字货币当成合法的那个资产了，比特币将取代全世界的那个货币啊，这个是梦了。反正可能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人老珠黄了。但我只懂就是越来越多机构，越来越多国家认可。数字货币了，特别是比特币，第一名就是比特币了，所以对于整个行业是好事来的。目前我们的币界总市值啊，是在多少钱、啊、这个是，等一下啊，快点，人家在等啊，奶奶的，币界总市值2.4兆，所以啊，很多专业的分析师都说那个这次的牛顶会去到10到15兆，所以如果你们半路想下车，你看到3兆、4兆、5兆、7兆、8兆都想下车的话，不如考虑一下吧，这轮可能翻一个真的10兆以上再考虑，我觉得是蛮合理的。 OK， 上一轮牛市2020年的时候，来我们来一起回看过去学习未来。
那个时候有没有数据啊？也不知道，看一下啊。看完这个，我们再看一些那个 meme coin。OK， 2020年的底部，那个时候才这个是怎么算呢、啊？一个亿到牛顶是3亿，30倍啊。OK， 这次还没有起飞前是差不多8亿。OK， 这边是1到3，这个是哇，这个是20，算30倍吧。OK， 如果减一半就是翻一半的话，那这个乘一个15倍，算一下啊，75乘15倍，我相信是挺合理的。我算一下啊，75乘15 ，OK， 这个会去到差不多就是10个兆左右，11个兆多，所以10个兆以上再开始止盈吧。我觉得这次应该不难的，15倍从这个底部，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，个人看法啦，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没事。OK， 来最后两个。狗币休息了很久了，他的孩子啊、西部啊、PB 啊，全部跑了。这次 meme coin 真的很猛。今天有一个在那个 Coinbase 上的一个那个 meme coin 也是跑了很猛，叫 Brad 啊。因为 Coinbase 是蓝色的，他是在 Coinbase 第一最多人关注的那个 meme coin， 自己今天跑了22%了，很多都跑了 ，PP 跑了，今天掉回来。所以啊，我觉得狗币可以考虑，可以关注一下。OK 啊，这几天如果真的回来这条趋势线，可以考虑。真的有回来可以考虑拿一下，0.13左右，真的有回来，哇，这里舒服，可以这边接的倒是好事，这个是什么线呢、啊？算了，去看日线吧。OK 啊，日线真的有回来啊，0.13这个支撑回到这个趋势线上是好事来的。OK， 敢敢的去接，我觉得狗币这轮也是会表现的挺好的。OK， 最后一个，他的孩子是戴帽子那个啊，狗戴帽子，这个也是啊，我讲了很多很多次了，突破就要起飞了，你看。但是他还在这里2829的时候，我说突破就要起飞了，是真的突破了。OK， 但现在很高了，我就觉得不要追了。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，等他回归一些支撑吧。这边一些线画一下。OK， 很高了，我相信每一波拉完啊，就很多人止盈的话，就会导致这个调整回来，足够了，又有很多人要上车了。如果你可以拿到3.2块以下的那个 WIF， 我觉得是不错了，可以考虑上车。OK， 好啦，今天就说到这了，记得帮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